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淘宝买的这支 TSS 按摩枪，它所发出的音量跟这支我新买的 INNO 小锤按摩枪，它们的音量的差别。好，那我们先开一下 TSS 这支按摩枪，它有三段，我们先看第一段。第二段，第三段，好，你大概听过就好。再来是这个小锤，第一段，第二段，第三段，第四段，第五段，再回来再听一次这个。第四到第五段，好，明显的差别就很大。这只真的非常安静，那力道，我觉得两只在最强的时候是差不多的，可是它非常安静，所以它可以让我在晚上用，但这只不行，真的会吵到隔壁邻居。好，以上是这两只的噪音差别。